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最欢喜是一早时，咱会当做三个亲戚，一世人做一起拜上帝。至尊枪刷他破，给你厝边隔壁五个人来请安讲，天父听你，我听话。
心会有够命，只有来到上帝
拢无够坚定。我相信无论有一个人会当讲依靠家己，咱拢做咱只，咱真正会凭咱的信心来往何上帝面前。更加希望有一天行到上帝的面前，咱会到阿门，会当听到上帝对咱讲：“你来，我来听，因为你是我所听。”咱会当记住借这首诗歌，真侪咱的祈祷，咱每一个人，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认罪，咱来甲主受苦，因主一定帮咱。伊是咱的牧者，伊伫咱每一只牛声，等咱开嘴讲的时，上帝拢足欢喜听。上帝嘛照着咱的需要，诚做咱的房间，咱来做灵柩，互咱的脚步无得摇颤，互咱的信心会当做较稳定。咱做伙开嘴大声来祈祷，来归阿去祷告。